新城乡公所举办绩优环保志工服务团队及垃圾源头减量创新公益成果分享会，同时表扬了绩优的环保志工有24位。乡长何礼台感谢所有的环保志工伙伴们，共同维护幸福好环境的新城乡。为了感谢环保志工守护好新城乡环境清洁的工作，新城乡公所并且办理绩优环保志工服务团队及垃圾源头减量创新公益成果分享活动。活动分为创新公益成果分享、表扬绩优环保志工、表扬环保志工团队、环境教育及绿色消费宣导以及精彩表演主题。绩优的环保志工共计有24名。不管是公所在办理活动，还是地方有任何一些事务，大家都来支持，大家都来参加，共襄盛举。也许李台就在香港今年3年来左右，主任要来感谢我们代表会以及村长以及所有社团的负责人，包括议员等等中央各部会对新城乡的支持以及关怀。在整个建设方面，我们做到9个村来均衡发展，当然有好的议题建设。在环保的部分，因为有赖于各位来给我们打扫环境，让新城乡在33个乡镇当中，因为有各位而显得更幸福，环境变得更优雅。好的一个居家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好的一个环境。尤其各位的努力，在各个角落的一个付出，县府也好，地方也好，大家对各位都称这个大拇指来表示来肯定。乡长何礼台感谢所有环保志工伙伴，感谢花莲县政府及环保局的支持以及协助，并且指出乡公所协助各环保志工社团成立，辅导各社团定期维护乡内的环境，而表扬绩优的志工伙伴们更是乡公所重要的工作。各个志工每年辛辛苦苦的付出，乡公所也借此活动勉励各位伙伴们，更表达感谢。记者蒋毅，新鲜报道。